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前两天我生日，但是我去北京参加升级大会了。然后我今天回来，我阿姨说重新给我补热过一个。看我干妈、还有我伯伯、还有爹地阿姨，他们都来给我过生日了。今天我阿姨还专门杀了一只我们家的土鸡，给我过生日。多多，你是不是也想吃啊？大家朋友们都来吃吧。这还有橙子哎，你们先吃橙子啊，也吃完了再吃吧。不要了，先吃饭吧。这是那个冰糖橙，你们尝一下好不好吃啊？那个叫什么？冰糖橙，我看。来，我来塞吧。再看大的这个就是我卖的脐橙，小的这个是一个粉丝送给我的冰糖橙，这对比就好明显啊。这脐橙好大，这小的感觉是他的儿子，好小一点，给我干妈他们尝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哎呀，我不吃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哎，我不吃，你尝大的好吃还是小的好吃啊？这还有一个，我不不吃啊。那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吃，干嘛？我不能吃，不能吃冰的，我不是不吃。嗯，哪个好吃啊？不，大的好吃还是小的好吃？两个都好吃，都甜啊，都比较甜是吧？我这个小的我还没吃，蛮好吃啊，可以啊，好好吃，蛮好吃的。大家朋友们，小的更甜，大的也好甜的。是啊，小蜜糖一样的。这个是那个什么纽荷尔，所以就比较甜。都比较好，好吃。嗯。大家看，现在已经有五个菜上桌了，我阿姨还在炒。这个玉米是子墨妈妈在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炖排骨，然后这个是莴笋炒肉，那个是鸡蛋炒肉，然后这个是今天上午杀的我们家的土鸡，这个是鸡杂。吃菜啊，伯伯，吃菜，伯伯，吃，嗯，多吃点菜。就好，他给吃年纪，我就吃萝卜。对，不吃点怪。啊，朋友们，大家出来吃饭啊！今天小白以前过生日，他在北京，现在他回家了，又补过了，都叫我们来吃饭。今天陪着小白过生日。嗯，哎，彩彩什么时候走的？彩。第二天就走了，第二天就走了。嗯，过来，这里面阿姨，我们家，嗯，他接着，伯伯你吃点肉啊，行，你行呗，来我伯伯吃个排骨，伯伯，哎呦，来伯伯，我不一个，我自己，来，吃不烂啊，你吃不烂啊，那吃鸡肉吧，那鸡肉，这边啊，这个菜，这个这里有肉，吃这个能吃得烂，挖点。就肉你赶紧干净了哈，那肯定给你。大家去过冬了耶，我哪怕就三两了都没得有。来，这次肯定给你，这次肯定给你。来，这次肯定给。嘿嘿。阿姨，你也吃个鸡蛋啊？你吃，你不要。对了，出门点外卖了，要不要？我不讲，哎呀，都一样。我叫你妈鸡嘛，不，老子姑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老头子的意思是吧？嗯，哦，就老头子的意思。我老是听我爸爸叫老子姑。哦，这是老头子啊。嗯，我叫你啊，先吃红薯。吃红薯啊？我伯伯蒸了红薯吗？走去伯伯家吃红薯。我就吃一点。鸡蛋呢？哎呦，啊，哇，好香啊！你想你那在这里可不可以啊？这里舞蹈，弄没了。我看，这个猫在这。好，这是今天早上蒸的吗，伯伯？就到八点钟熄火蒸的，该来了。八点钟开始蒸啊？对，从哪里？猫从哪里？嗯，这是红心的甜还是黄心的这种甜啊？嗯，加一点甜一点。黄心的甜一些啊？嗯。喂，那不是我给。好烫。好吃，朋友们，大家想不想吃呀？看里面就是糯糯的，然后
等晾冷了之后就切成一片一片的晒干，就是干红薯熬。哦，要太阳出来才能晒吧？嗯，要出太阳，要出太阳才能晒啊。大概晒多少天能晒好？哎呀，差不多有四五天吧。要晒四五天啊？哦。好了，等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。喜欢小北的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伯伯这手机的声音，好大呀！